时间到了，没有分。屏东县新传政府太极拳协会林边分会受疑文，请以上选手或各单位最快代表接触到舞台右方集合。节目组报告：十三式太极拳五指壮年组队成立，林静茹，云林县太极拳协会会长之位林静茹，彰化县太极拳总会和进出会。集内，请接触到解构组解构。A2217选手。解构组报告。其他前十太极拳女子状元。这么难打。加油！C 场地黄敏慧，台南市南宜新传政府太极拳协会黄敏慧，台东县太极拳协会。